好啊，那咱们呢还是先讲这个中国古代的杰出帝王啊，杰出帝王啊。那么就是咱们讲这个的时候呢，就这样的讲，中国古代的优秀帝王，有很多东西是相通的啊，有很多东西是相通的啊，像这个敬天法祖啦，勤政爱民啦，啊，轻徭薄赋啦，是吧？这些东西它都是相通的。是吧？雄才大略了，是吧？你单讲这个，一个的皇帝，是吧？不如最后找出他们的一个这个共同点来啊，找出他们的一个共同点来，是吧？所以说这个秦始皇、唐太宗和这个康熙爷，他们仨人有什么共同点啊？他们仨人有什么共同点，是吧？这个，哎。这个刚才有同学讲，就是完成了国家的什么呀，统一。那所以咱这么讲啊，咱就不按照说一个皇帝一个皇帝那么讲，那么讲就没意思了啊，没意思了。考试他不可能说考这个吧？啊，秦始皇都干了啥啊？这个什么唐太宗干了啥？康熙干了啥？是吧？所以咱找他们的共同点，找着一个共同点，咱就这一个点开始往下讲啊，开始往下讲啊，咱是这么来讲啊。所以首先咱要明白一个啊，首先咱要明白一个，我不知道我前面讲必修的时候讲过没讲过，这是中国古代你要掌握帝王啊的常识的东西。皇上的名字能叫吗？不能。叫了会怎么样？砍头。是吧？哎，不但砍头的问题，是吧？这个族诛啊，是吧？你家里三辈人全完，父族母族妻族全完，是吧？所以皇上活着的时候可以称呼他的什么？你看皇上活着称呼他的什么？皇上活着的时候有俩号可以叫，一个是他的尊号，一个是他的年号，是吧？皇上活着的时候有这俩号可以称呼他，名字绝对不能称。尊号武则天，则天就是什么？尊号。武则天的则天，尊号。皇上活着的时候大臣给他杀尊号，越古金轮，则天大圣皇帝，所以他这个简称叫则天，是吧？慈禧也是尊号，是吧？慈禧皇太后啊也是尊号。一开始的尊号可能就是一个两个字儿，到后来就十几个字儿。慈禧是22个字儿，是吧？慈禧是打头啊，慈禧什么的我记不下来，特别长，是吧？什么什么庄仪、昭玉、什么孝成，什么乱七八糟一大堆，是吧？皇太后那是很长啊，这尊号。然后就是从汉武帝开始，皇上有一个年号。汉武帝的以前的皇帝是没有年号的啊，那时候纪年就是这个秦始皇多少多少年，是吧？哎，这个秦二世，二世元年，二世多少多少年，这当然后人是这么记，是吧？当时的纪年可能就用这天干地支，是吧？用天干地支，丙寅年、乙丑年，用这天干地支，是吧？从汉武帝开始，有了这个年号，是吧？第一个年号是建元，是吧？第一个年号是建元。然后中国古代的皇帝啊，年号老改，年号一般是几个字儿啊？两个字儿，也有四个字儿的。武则天的年号就竟是四个字儿了，万岁登封，万岁通天，竟四个字儿，还有六个字儿的。是吧？你像那个小政权，像西夏，是吧？西夏这个李元昊，那年号是吧？天授礼法延祚元年，是吧？特别长，是吧？所以年号呢，一般来讲啊，这个皇帝，老皇帝一死，新皇帝登基就要换一个啊年号。但是呢，你也有的皇帝他在活着的时候，他的年号的老换啊。武则天在位15年，14个年号。是吧？14个年号，他年年改啊，年年改，老是元年啊，老是元年。从明朝、清朝这两个朝代，皇帝的年号就是一辈子就一个，是吧？哎，这个就不再改了。因此，明清的皇帝一般来讲说，这个什么康熙帝是吧？雍正帝，这就是用什么来称呼他呢？年号。你要是说这个以前的皇帝，你用年号没法称呼他，因为他年号太多了。啊，太多了，没法称呼，明白这意思吗？哎，所以皇上活着的时候有这么俩号，尊号和年号。尊号不是每个皇帝都有的啊，一般就是那种杰出的帝王啊，或者就是巨爱虚荣的帝王，大臣拍拍马屁给他一个尊号，是吧？年号从汉武帝开始，每个皇帝
都有了啊。在今到今天为止，世界上还在使用年号的国家是日本，是吧？今年平成20年，是吧？他还在使用这个年号，包括这个台湾什么中华民国98年，可以看作是年号的一种变体啊。他用国号来纪年啊，看作是年号的一种变体啊。那个康熙不是爱新觉罗玄烨啊？那如果能称尊号的时候，是不是也能称玄烨？不能啊，那了得了，那皇上名字。他没有，他没有啊，他没有啊，他没有，是吧？哎，圣祖是庙号，是吧？下边咱就讲，是吧？就刚才他说的，皇上死了之后，哎，有俩号，一个是庙号，一个是谥号，啊，皇上死了之后有这么俩号，一个是庙号，一个是谥号，是吧？千万别念成谥号，谥号你又成香港演员了，是吧？哎，就是这个庙号啊和谥号，谥号啊。这个庙号起源很早，有的说呢是商朝就有了庙号。庙号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皇上死了之后要把他放进这个祖庙。你放进祖庙的时候，你又不能叫他名字，怎么叫呢？就给他起这么个号，是吧？这个庙号一般就是什么祖什么宗啊，什么祖什么曾啊，什么宗。一般来讲，开国之君称祖，守城之君称宗啊，就所谓的祖有功而宗有德啊，祖有功而宗有德啊，所以这个祖宗就这么来了。唐高祖李渊，高祖，因为他建立了什么？唐朝太宗李世民啊，他继承了这个高祖的基业，是吧？所以祖有功而宗有德，所以祖宗这个连称啊，连称。在这个唐朝以前，不是每个皇帝死了都能进太庙的，是吧？天子七庙，天子的立家庙可以这个供七个祖宗，七代祖宗，是吧？天子七庙，一夫作难而七庙灰，是吧？去学过这篇课文吧？啊，身死国灭，是吧？那么就天子只能供七个祖宗，所以不是每个皇上都有庙号。因此呢，这个唐朝以前的皇帝，这个不是每人都有。从唐朝开始，你爱什么皇上就什么皇上，都有了什么呀？庙号。你再坏的皇上，再荒淫无道，死后也能进祖庙。所以你看教材一讲唐朝的皇帝，就都开始用什么了？庙号了。那都开始用庙号了，是吧？这个什么高祖啊，什么宋太祖啊，宋太宗啊，宋真宗啊，这每个皇帝都有了什么庙号，那、啊、都有了庙号。能明白的意思吗？啊，都有庙号啊。然后咱讲这个啊，一般开国之君称祖，守城之君称宗，是吧？但是有几个例外的呢，就是发生在这个宋朝啊，这个发生在这个什么元明清这三朝。是吧？元朝呢，他不用说了，什么人建立的呀？蒙古人建立的，一开始叫蒙古国，是吧？一开始他叫蒙古国，他这个政权就是他的国名，成吉思汗建立了这个蒙古国。等到成吉思汗的孙子，这个忽必烈汗，那就薛禅汗啊，忽必烈就是薛禅汗，薛禅汗在中原建立起了这个元王朝，仿照中原建立元王朝，所以忽必烈是建国的，自然应该就是什么呀？祖啊，祖。但是他这个元帝国是从蒙古国发展来的，所以追尊成吉思汗为太祖，那他就是这个世祖，是吧？就是世祖，因为等于是蒙古国的建立者是他，这个元朝的建立者是我，那等于这个意思，能明白了吗？明朝太祖朱元璋，啊，朱元璋，然后朱元璋的孙子朱允文继位，然后这个燕王朱棣发动这个靖难之役，把他的侄子给干掉了，那、啊、干掉了，等于这个江山他又打了一遍，所以他死了之后的庙号是成祖，啊，清朝是最特殊的仨祖，太祖努尔哈赤建立这个后金韩国，是吧？世祖这个就是这个谁？这个福临啊，世祖福临就是这个顺治皇帝，是吧？入关
入关，所以他是祖。到康熙这儿了，就不应该是祖了，那不应该是祖了啊！但是因为康熙后边我们会讲啊，平定三藩，收回台湾，是吧？所以等康熙死了之后，群臣给他上庙号的时候，就说这个康熙皇帝啊，名为守成，实乃开创，是吧？圣祖皇帝入关的时候，那这个世祖皇帝入关的时候，台湾啊，什么云贵川啊，都不在我大清版图之内，是他给弄进来的。名为守成，实乃开创，所以庙号圣祖，是吧？庙号他也是祖，就是就元朝最特殊啊，就清朝最特殊，十二个皇帝仨祖啊，仨祖是吧？所以这个东西叫做庙号。那么，咱们讲这个庙号。在这个唐以前不是每个皇帝都有的，从唐朝开始才每个皇帝都有。那么唐以前的皇帝啊，怎么称呼他呢？他死了之后怎么称呼他呢？最多的就用他的什么呀，谥号。除了秦朝啊，谥号起源于西周啊，起源于西周。西周开始呢立这个谥号，就是当这个大臣或者这个帝王啊，就是去世之后，用一两个字儿概括出他一生的功绩，功或者过，那这个东西叫做谥号。谥号啊，一共大概只有50多个字儿啊，一共只有50多个字儿，所以这个历朝历代的帝王无外乎都用这50多个字儿。而且这个谥号的特点有三种，就是表扬类、批评类、同情类。啊，就一般来讲说对于这个帝王啊，他的谥号什么呢？表扬、批评和同情。所以我们看基本上每个朝代都有什么这种比如说周文王、周武王是吧，哎，隋文帝是吧，啊，汉文帝、汉武帝是吧，都有文武这种东西。那么这个文武啊，根据这个谥号，什么叫文武？今天伟帝曰文，是吧？就是你这人的这个才能啊，就是这今天伟帝也没法解释，你自个儿能理解吧，是吧？今天伟帝曰文啊，克定祸乱，曰武啊，克定祸乱曰武，是吧？还有什么刚强直理曰武等等，是吧？武宗安之曰文，对吧？他就是好多这个文武啊，他不是说就一个字儿，是吧？不是说就一个字儿，是吧？可以叫这个就一种表现，可以称为文武。一般来讲就是今天伟帝曰文，克定祸乱曰武。所以你看，一般来讲，太祖武皇帝，建国的皇帝一般都是什么呀？武皇帝，魏武帝曹操，是吧？魏武帝曹操，是吧？太祖武皇帝，我得建国嘛，克定祸乱。太宗文皇帝，是吧？太宗要继承太祖的这个皇位，是吧？然后他要这个把这个皇位这个发展下来，是吧？哎，太宗文皇帝，是吧？比如说还有很多这种表扬型的词儿，比如说这个很多很多了，是吧？比如说这个布衣行刚曰景。啊，布衣行刚曰景，啊，哎，是你这样的人就可以被称为景帝啊，被称为景帝啊，布衣行刚曰景啊，这个是这个汉景帝听说过吗？是吧？哎，汉景帝干过什么布衣行刚的事呢？平定七国之乱嘛，啊，就类似这个是吧？哎，文景之治不就汉文帝嘛，今天伟帝曰文，是吧？哎，这个克定祸乱曰武，这个布衣行刚曰景，等等等等，啊，等等等等。光绪皇帝庙号德宗，谥号景皇帝，是吧？年号是光绪，是吧？所以我说光绪帝啊，我知道，清德宗还是他，清景帝还是他。能明白那意思吗？哎，就是德宗景皇帝，他的庙号，那庙号，那就是对于这清代的这个大臣，当光绪皇帝死后盖棺论定，对他的评价怎么样？很高啊，给他的一个什么谥号啊？景帝啊，那布衣行刚曰景嘛，不甘心亡国要变法，结果壮志难酬，给了他这么个这个庙号嘛，那景帝。那个批评型的东西，在唐朝以前。这个秉笔直书啊，这个后来的大臣，后来的帝王，还是比较耿直的啊。从这个唐朝以后，基本上就
隐恶扬善，所以这个批评型的庙号就比较少了啊。你比如说最典型的纣王，是吧？纣王，这个纣就是庙号啊，就是谥号，是他不纣王不是他的名字，他叫帝辛，对吧？他叫帝辛，是吧？这个纣王就是西周给他上的这个谥号，那上了谥号啊。什么叫纣王啊？杀戮无辜曰纣。滥杀无辜，啊，叫纣，再典型的一个批评型的庙号呢，炀帝，啊，什么叫炀帝呢？去离远众曰炀，去离远众曰炀，是吧？你不守什么呀？礼法，远离众臣啊，远离众人，叫做这个。阳或者叫号内原理啊，号内原理曰阳，是吧？号内原理，号内那就是什么呀？嫔妃啦，宦官啦，是吧？就这亲小人远贤臣了，等于就这个意思。这个叫做这个阳帝啊，叫做阳帝，是吧？乱啊，灵是这个意思啊。不是，对，批评型，乱而不损曰灵啊，所以汉灵帝嘛，是吧？乱而不损曰灵啊，就是你这人不怎么样啊，你这人不怎么样，但是呢，你对国家的危害还怎么样啊？还比较小，还比较小，是吧？这个，乱而不损啊，曰灵，是吧？比如说还有就是说，我们知道这个东汉最后一个皇帝叫汉献帝。是吧？有人就认为这献帝什么意思？把江山献给曹操？不是，绝不是这个意思，是吧？献帝这个献是什么意思呢？魏国呀，给他这个谥号还是不错的啊。知至有盛，曰献。啊，这个知至有盛，咱翻译成白话文的意思就是，你还懂那么点治国的道理，就这意思，是吧？你不是混蛋，你还懂点治国道理，是吧？知至有盛。曰献啊，就这么个意思啊，这么个意思。再有一个，你比如说啊，有忧，我还真忘了是什么意思了，背不下来，太多啊，太多啊。所以这个咱说这个批评型，主要就是纣啊、阳啊，就这些东西。然后还有好多就是什么呢？这个就是同情型，哀是同情啊，就是最典型的。你比如说这个。这个敏啊，敏啊，在国遭忧曰敏啊，在国遭忧曰敏。你登基的时候是，就是你这人还不错啊，你人还不错。结果呢，这个祖宗暴虐。造孽报应在你身上了啊，就你本来没干什么坏事，结果祖宗造孽你亡国了，这种人可以被称为敏帝啊，可以被称为敏帝啊。就还有你比如汉朝那小皇上100多天继位，2岁驾崩，是吧？两岁驾崩，这种人叫什么呢？短折不成曰商啊，汉商帝。是吧？在位100多天，继位的时候才100多天啊，死的时候2岁啊。你说给他个什么谥号啊？惊天伟地，没等呢，是吧？没等认识天地俩字呢，驾崩了。所以这怎么说呢？短折不成，曰商啊。还有像怀帝，是吧？晋朝西晋，一共就4个皇帝，是吧？这个晋武帝、晋惠帝、晋怀帝、晋敏帝，是吧？怀和敏全是什么这种谥号啊？同情型的谥号，包括这个明朝的最后一个皇帝思宗烈皇帝也是这种同情型谥号，是吧？同情谥号。你看那个中国古代的，就中国的皇帝溥仪没有谥号，是吧？溥仪没有谥号。这个但是呢，就是2004年清朝的这个后裔追谥婉容啊，追谥婉容为这个，就是末代皇后婉容啊，啊，孝恪敏皇后，清朝皇后的谥号啊，第一个字儿都是孝，
啊，都是孝什么啊？孝，对吧？哎，第二个字儿是不一样的，每个皇后都是不一样的。第三个字儿就跟皇帝的谥号一样，所以这个婉容是孝恪敏皇后。那么可能就是没说，他没说，应该宗这个清宗室后裔就追谥溥仪，应该是什么什么什么宗敏皇帝，是吧？溥仪就觉得典型在国遭忧嘛，你说他有什么罪过？两岁半继位，是吧？六岁王朝灭亡了，是吧？那跟他们也没有什么罪过吗？他是祖宗暴虐嘛，可能就是这个意思，是吧？所以你看那个慈禧太后，有的人就不懂这个，慈禧是他的尊号，啊，他的尊号，他的谥号是什么？就慈禧死了之后怎么称的？孝恪。哎，应该他应该是孝什么？哎，孝恪。不是，他是这个慈禧是。哎，他笑什么来着？不是啊，仁皇后就是康熙的皇后，因为康熙是圣祖仁皇帝嘛，是吧？这个慈禧是孝什么显皇后，孝亲显皇后，嗯，孝亲显皇后，是吧？因为咸丰皇帝是文宗显皇帝，庙号文宗，谥号显，是吧？显皇帝，所以慈禧是孝亲显皇后。是吧？像这个，他死了之后就不能再管他叫太后了，能明白这意思吗？他一死就不是太后了，他一死就回到什么的身份去了呢？皇后身份，那跟那死皇帝作伴的，等于这个意思，是吧？跟那死皇帝作伴，是吧？皇上死了，没来得及上庙号的时候，一般称之为大行皇帝，就是刚刚走了的皇帝，是吧？所以你看那个经常有那种什么。大行皇帝尸骨未寒，你们怎么着怎么着？哎，什么叫大行皇帝？就皇上刚死，还没来得及给他上那个庙号谥号，这样的人一般称为大行皇帝，是吧？大行皇帝，是吧？所以这个，哎，首先咱就是先说，哎，你先得明白这么一个这个，这个东西，是吧？所以你看啊，咱们讲这个秦始皇啊，秦始皇，他是最特殊的。啊，秦朝是最特殊的。秦朝认为啊，秦朝那会儿没有庙号，也没啊，这个，秦朝那会儿没有年号啊，没有年号。然后这个秦朝那会儿有了庙号和谥号，在之前就有了。但是秦始皇认为，如果有谥号，子亦父，臣亦君，对吧？我死了之后，我的庙号是我儿子给我啊。定是我手下大臣给我定，这个子义父臣义君这不行啊，皇权至高无上，所以废除了这个庙号谥号。我是始皇帝第一个啊，然后我儿子二世，孙子三世啊，然后四世、五世、六世啊，到八大孙170多世是吧？垂于无穷，没想到二世而亡啊，没想到二世而亡啊，所以这个他是最特殊的。唐太宗这是什么号？太宗是什么号？庙号。谥号是文皇帝，年号贞观，是吧？哎，年号贞观，是吧？哎，所以说这个，贞观年间如何如何，那就是唐太宗啊，太宗文皇帝，是吧？太宗文皇帝，是吧？所以这个是，这是他的这个谢谢，这是他的这个年号啊，年号。哎，康熙皇帝咱们讲了，康熙是他的什么年号啊？庙号圣祖。是吧？圣祖，这个谥号是仁皇帝，是吧？谥号是仁皇帝，是吧？哎，所以这个是咱介绍这么一个小常识，那介绍这么一个小常识。中国古代史你要想学好，那你就说你比如说将来如果大家谁对古代史感兴趣，自己看看原文啊什么这些东西。中国古代史想学好的，中国古代史有四把钥匙，那避讳、年号、职官。那么还可以什么？你要不懂中国古代的职官，你看不了古代史这书，是吧？你看不了这书，是吧？你不懂年号，你不知道年号，你没法纪年，是吧？你没法纪年。然后就是你懂，你得懂这个避讳，皇上的名字是不能叫的，哪不能叫的？所以这三位雄才大略的君主啊，咱们先说他们的共同点啊，先说他们的共同点，是吧？先说他们的共同点啊，第一个共同点啊。
仨人的共同点，第一个就是这个完成国家的统一，完成了国家的统一，是吧？秦始皇，这大家都知道，灭什么？六国，哪六国呢？啊，齐、楚、燕、韩、赵、魏、秦，是吧？这个六国呀，啊，如果我们按照这个十字坐标啊，北边是谁啊？燕，东边是齐，南边是楚啊，南边是楚，秦国在最西边，然后中原就是所谓的三晋，赵、魏、韩啊，就是所谓的三晋，是吧？赵、魏、韩这么这个这样啊，秦国在这个最西边，是吧？有崤山函谷关之险啊，之险，所以秦就把那六国称为山东六国或者关东六国，那、或者关东六国，是吧？所以这个山指的是崤山，关指的是函谷关啊。你们学过这个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，秦足矣，学过这句吧？哎，那山东指的不是说今天的那个山东，那它指的是崤山以东，那函谷关以东，所以山东关东是一回事儿啊，是一回事儿。因此，当这个秦灭六国的时候啊，咱们讲过，这个秦的强大是根据是跟一次著名的变法有关的，哪次？商鞅变法啊，商鞅变法，那是秦始皇的六代祖啊，六世祖，这个秦孝公的时候，是吧？所以及至始皇，分六世之余烈。是吧？哎，开始振长策而御宇内了，是吧？那么这六国怎么打？啊，这六国怎么打？秦始皇就采取了一个，很著名的策略，叫做，远交近攻，等于就是各个击破嘛，啊，远交近攻。先打离他远的。啊，然后再打这个离着他比较近的啊，这些个这个国家啊，不是先打离他近的是吧？然后打这离他远的啊，先稳住离他远的国家。那他灭六国的顺序是韩、赵、魏、楚、燕、齐这么个顺序，是吧？为什么要这么灭？先灭韩，为什么先灭韩呢？弱，最弱。啊，韩国弱小，所以内史腾率十万大军灭韩，至颍川郡，一个郡就完了，那、韩国就被灭了。灭了韩之后，灭谁呢？赵。那、赵，哎，赵很强大啊，赵武灵王胡服骑射，赵国的骑兵是非常厉害的，很厉害的。但是呢，在秦始皇灭六国之前四十年，这个秦赵长平之战，赵用了个纸上谈兵的赵括啊，用了个赵括，结果这个，四十万大军被秦国坑杀，就是怎么着，活埋了嘛，给活埋了啊！四十万大军被这个秦国坑杀嘛，给活埋了。这一活埋，赵国的实力就怎么样啊，一蹶不振。所以去灭赵，那、第二个国家赵就给灭了，那、灭了。第三个国家就是谁呢？魏。啊，灭魏，水灌大梁，魏国的都城在大梁，就是今天的河南开封，是吧？这个秦军就攻不下来，怎么办呢？水灌大梁，啊，拿水淹它，因为它比黄河低，是吧？把黄河一开，哇，一盆水从脑袋上浇下来，嗯，魏国灭亡，啊，魏国灭亡，韩、赵、魏三国就完蛋。这原来都是从那个春秋当中的大国晋国当中分裂出来的，是吧？哎，三家分晋，所以这样一来的三晋。韩、赵、魏
被称为三晋，三晋就怎么样啊？灭亡了啊，灭亡了。三晋灭亡了之后，啊，三晋灭亡了之后，是吧？然后是楚，啊，楚，楚国虽然大，但是楚国非常怎么样呢？它不是落后，它弱啊，因为楚国也是，在这个秦发动这个彻底灭楚战争的前40多年，楚国的都城已经被秦国攻陷过一次了。因为那件事儿，所以屈原怎么样，投江自尽，是吧？屈原投江不是秦始皇的时候，是秦始皇的爷爷的时候，是吧？就是他已经这个国都被攻克了一次，是吧？就是等于已经被打灭了啊，灭了，然后他迁都了啊，楚国迁都了，这一次彻底被灭了。啊，被灭了，楚国彻底被灭了。那、啊、楚国被灭了之后，这个秦国去灭这个燕啊。燕虽然这个国力也不强啊，国力也不强，但是它离得太远啊，所以去灭它。啊，在这个灭这五国的时候，这个秦始皇呢就跟那个齐王田建啊，就跟那个齐王田建就跟他讲啊，说我灭这五国啊，你别管是吧？我绝对不会影响你的，我不会打你，咱哥俩好是吧？等我灭了这五国之后，咱俩平分疆土啊，东西二地平分疆土。田建傻乎乎的就等着跟人家平分疆土是吧？五国谁向他求援，他都拒发援兵是吧？你想想，人家打来江山，凭什么跟你平分疆土啊？你不是缺心眼子吗？是吧？所以等这五国一灭，秦国大军抵齐地，齐军都没做反应，来不及抵抗。这个齐王田建束手被擒，关在一个山洞里，活活给饿死了，是吧？您还东地西地的，您拖地去吧，您是吧？您西地上的露水是吧？这活活的渴死饿死了。所以这样一来的话，六国就被怎么样？就被灭了，那、啊、就被灭了，那、啊、所以秦始皇他雄才大略，他是灭什么呀？灭这个六国，那、啊、灭六国。是吧？他的这个完成统一的战争，那灭六国。那么，唐太宗是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？啊，唐太宗有什么了不起？唐太宗的时候，在唐太宗手里真正的完成了唐对，这不这么写啊，不这么写，完成了唐对中国的统一。唐太宗的时候，真正的完成了唐对这个中国的统一，是吧？因为这个唐朝的前面是哪个王朝？隋朝，是吧？隋炀帝这个荒淫暴虐，是吧？所以这个老百姓纷纷的怎么样起义，揭竿而起造反啊！因此，这个隋朝末年天下大乱，啊，说群雄并起，逐鹿中原。你要听那个小说一说什么18路反王64路诸侯是吧，大家都起来反隋啊，都反隋是吧，秦失其路，天下共逐之是吧，逐鹿中原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这个贵族李渊，这个李渊是唐朝，是这个隋朝的唐国公晋阳留守。李渊是隋炀帝的表弟，俩人是这个姨表亲是吧？姨表亲，就他俩人的妈是亲姐俩，就是这个鲜卑贵族独孤氏是吧？亲姐俩，所以这个等于这个就是这个李渊是夺了他表哥的江山是吧？当时就是李世民劝这个李渊起兵在晋阳，就今天的山西太原，然后起兵之后是这个李世民劝这个李渊不要留恋这个。这个一城一地是吧，赶紧渡黄河破关中占领长安是吧，因为长安是隋朝的什么首都啊，笼络这个当时势力最强大的关陇贵族集团是吧。隋炀帝在位18年，有14年在扬州待着，在江都啊扬州待着，
他喜欢这个地方，是吧？他不回这个长安洛阳，所以跟这个关陇贵族集团的矛盾激化。因此，这个李世民就劝他爹，啊，咱得吸取他的教训，咱赶紧上长安，是吧？到长安去，是吧？等于就是控制了首都嘛，控制了根本嘛，挟天子以令诸侯啊，是吧？因此到了那儿之后，就这个遥尊这个隋炀帝的孙子代王杨佑为皇帝。啊，就是立这个代王杨佑为皇帝，遥尊隋炀帝为太上皇，啊，等隋炀帝在江都被部将宇文化及杀死，李渊就废掉了这个代王啊杨佑，让杨佑禅让给他，他做了皇帝，这就是高祖。那么他做皇帝，实际上就是唐朝在建立的时候，只不过就是一个割据。政权那还有好多的，像窦建德呀、王世充啊、杜伏威啊，很多很多这些政权，花了20多年的时间才把这些政权一一的怎么样平定。那平定这些个割据政权，谁的功劳最大呢？就是这个李世民啊，李世民的这个功劳最大啊，所以李世民的功劳太大了，就不知道怎么赏他了啊，不知道怎么赏他了，不知道怎么赏他怎么办呢？这个李渊做了皇帝之后啊，李世民爵封秦王啊，爵封秦王啊，这个中国古代的这个封爵啊，封爵里边这个王是最高的啊，一字王又高于两字王，是吧？一字王是亲王，两字王是郡王，是吧？两字王是郡王，所以这个。爵封秦王，爵位已经很高了，职给了他个尚书令啊，职给了他个尚书令。我们讲过那个三省六部吧，中书、尚书、门下啊，这个中书、尚书省的长官都叫令啊，尚书令。那尚书令那等于就相当于丞相首席，是吧？相当于首席丞相，是吧？他已经是这么大的官了，你说他？论爵位他是王亲王，论这个职务他是尚书令，他又立他的老立功，这皇上都发愁了，你咋老立功呢？那你立了功我就得赏，你立了功我就得赏，没的可赏了咋办？那你贪天之你居天之功不赏啊，是吧？你这么大的功我没的可赏怎么办？最后逼着他爸没辙了，专门为他设立了一个职务，叫天策上将。啊，在中国古代，就这么一位啊，就这么一位，完全就是因人设职啊。说封这个李世民啊，这皇上封李世民为天策上将，为诸王百官之上啊，最大的官啊，天策上将最大的官，这个官明显就是一个这个虚衔啊，虚衔是吧？他当了天策上将之后，他还立功，这皇上就有点怎么样啊？就在那儿发愁了，那而且你天策府可以自立自辟辽属，自立百官，甚至可以养兵，俨然这个天策府就变成了什么呀？第二朝廷，对吧？第二朝廷实际上就等于威胁到了这个他爸爸的统治啊。于是呢，就是说，可能是在这种情况下，高祖李渊就扶植这个。哎，太子建成啊，齐王元吉的势力对抗天策府，最后发生这个玄武门之变。哎，真相永远不得而知。唐太宗是一代明君啊，但是这个他在中国的政治史上是明君啊，可是他这个当皇帝的手段，诛除异己的手段是特别的怎么样残忍的，而且他把他的哥哥弟弟建成元吉杀掉之后。他修改国史，甚至他篡改自己的实录，是吧？这个一般皇帝的实录，皇帝本人是不能看的，啊，皇帝本人是不能看的。皇上的实录，皇上在上朝的时候接见大臣的时候，他说的每一句话，都有史官怎么样记录啊？皇上说你怎么怎么着啊？骂句脏话，你怎么着？史官给记下来了。皇上骂脏话，啊，把这句给我删了。不啊，我哪能骂脏话？给我删了。史官不行，我秉笔直书。你说就是这个，那他妈的就是他妈的，就得给你记下来啊，就给你记下来啊。大概说这个，再荒暴的君主看自个儿实录的记录都没有，结果唐太宗他看实录，他改啊，这句不行，给我删了啊，不予记。
对吧？改实录是吧？所以这个今天我们看正史记载了这个太子建成、齐王元吉特别不堪，那特别不堪。这个很有可能是李世民给怎么样改的了。那如果这俩人真的这么不堪的话，用不着李世民动手，他爹就把这俩人给怎么样？给清除掉了，那不可能让这种笨蛋当太子啊，是吧？让那人那个握兵权，所以很有可能是这种情况啊。因此，这个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，啊，这哥哥弟弟杀掉，逼着老爹退位。老爹很识相嘛，是吧？哎呀，我老了，我退休吧，是吧？仨月之后退位，李世民当上了这个皇帝啊，当上皇帝啊，因为他功劳太大了，在他手里，唐朝完成了中国的统一。在康熙皇帝的手里，那就更不得了了，是吧？康熙皇帝是一代雄主啊，啊，这个冲龄建作，啊，清朝就是小孩当皇上。啊，就哎，小孩啊，冲龄建作是吧？就是你看这历史书，史书讲那个少主登基都用这话啊，朕以冲龄如何如何，那、啊、就是几岁的时候，那、啊、几岁的时候建作，嗯、当皇帝，啊，座就指皇统嘛，是吧？咱不是讲那个清朝那个预备立宪，皇座永固是吧？哎，皇座永固是吧？这个如果大家今天去那个朝阳门外那东岳庙。是吧？知道那个朝阳门里边那东岳庙是吧？东岳庙对面不是那个大牌坊神鹿街，啊，元朝的那个是吧？神鹿街那上面四个大字，那牌坊上四个大字“永炎帝座”是吧？永炎帝座就是皇位是吧？皇位保哎保护元朝的，对，保护这个皇位永传，就那个意思是吧？哎，所以他康熙爷是冲龄建座，康熙是世祖第三子。是吧？当然，在那个时候啊，这个清朝没有汉族这么严格的礼法制度，说一定要让这个长子登基啊。所以他大哥后来是这个大哥叫福全啊，二哥叫长宁，他叫玄烨。那会儿也没排这个，也不是汉名，玄烨肯定不是汉名啊。从他的儿子开始才起这个汉名，才排行辈字儿。是吧？都叫这个印什么印什么印什么，那才这个排这行辈字儿。等这个雍正皇帝一登基，他叫胤禛，其他兄弟就不能胤了，都改成了允啊，都改成了允啊，他就这个意思，是吧？那会儿他的名字，你像那个这个太祖、太宗、世祖、圣祖都是满族的名字，音译过来的，是吧？爱新觉罗·玄烨，是吧？那么他为什么能登基呢？就是他出过痘啊，按现在的话讲呢，就是哎得过天花啊，他得过天花好了，所以圣祖皇帝是个麻子，那、啊、是脸上有麻子，有得天花出痘的那个痕迹，麻子脸是吧？哎，他出过天花，那两个哥哥呢没出过天花，当时出天花是非常危险的，弄不好就 over 了，是吧？弄完 over 了，所以说你这那俩小孩没出过天花，你让他当皇上，他 over 了怎么办？回头就又是商帝，清朝多一商帝怎么办？是吧？哎，所以干脆让他来啊，他来，哎，所以他是冲龄建作。他继位的时候只有八岁嘛，啊，八岁，所以虽然有他的祖母孝庄文皇后辅佐，但实际上朝政是在这个四个辅政大臣手里。那、啊、大家可能知道是这个，不是，那就是索尼、鄂必龙、苏克萨哈和鳌拜，哎，苏克萨和鳌拜是吧？这个索尼是吧？没有松下啊，是索尼是吧？哎，鄂必龙是吧？哎，苏克萨哈和鳌拜啊，这个四个辅政大臣，索尼年事已高是吧？没多久就 over 了是吧？鄂必龙呢是那种，就是那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，就那种那个怎么说，就是不是特别的张爱管事儿了，所以这个最爱张扬的就是鳌拜，哎鳌拜，然后苏克萨哈跟鳌拜。对抗势不两立，最后这鳌拜把苏克萨哈给弄死，给搞掉，所以鳌拜大权独揽，是吧？欺君罔上，是吧？说跟皇上撸胳膊挽袖子，唾沫星子能喷到皇上脸上去，是吧？他要杀这个直隶巡抚，皇上不下旨，他自己写圣旨，然后抢了皇上的玉玺用印，啊，用印，所以目无君上，啊，因此康熙皇帝看不下去了，啊，哎，他怒了，16岁就把鳌拜给怎么样？干掉是吧？这大家知道，他弄一帮那个
子弟啊，玩摔跤是吧？玩摔跤，然后等这个鳌拜上朝的时候，靠这帮小孩们那把鳌拜给摔倒。鳌拜是百战名将，履历过人。当年这明朝末年，这个闯贼、西贼造反，西贼张献忠就是被鳌拜给射死的嘛，对吧？鳌拜那会儿，这个清军攻打这个贼军，西贼张献忠50万众啊，对吧？这个清军是7000铁骑，趁夜劫营，对吧？鳌拜劈手一剑，正中张贼面门，搭一箭射脑门上，当时完蛋，对吧？所以鳌拜是百战名将。啊，这第一巴图鲁，对，就是第一勇士，结果弄一帮小孩摔跤，啪呀，给他，是吧？好汉架不住四群狼啊，架不住一群狼啊，猛虎架不住一群狼啊。哎，16岁，圣祖皇帝亲政，除鳌拜。除鳌拜之后，他就是这个面临着很大的这个就是内忧外患嘛，啊，内忧外患。哎，所以哪些内忧外患呢？第一件大事就是平三藩。啊，平三藩。三藩原来都是明朝的辽东守将，他怎么样呢？投降了啊，就是，但我这个话说来就长了啊。听说过明朝有一个著名的大臣叫袁崇焕，听说过吧？哎，这个袁崇焕原来是辽东的都师，是吧？哎，这个辽东都师，他这个因为这个明朝守卫皮岛的大将毛文龙不听袁都师调遣，所以袁都师就把这毛文龙给杀了。皮岛在今天的朝鲜啊，所以现在就是后人争论就很多，就说这袁崇焕不该杀这个毛文龙。毛文龙驻守皮岛，扼守鸭绿江口，对于这个后金是一个威胁。你这一杀毛文龙，毛文龙的三个部下，这个尚之信、耿精忠。和这个孔有德就归降了这个清朝啊，清朝呢就封这三个人为王啊，就简合称叫三顺王，因为他们这王号也都带一个顺字啊，什么顺义王啊、顺这王、顺那王，三顺王。三顺王教会了清朝人怎么使用大炮。原来清朝跟明朝打仗，要是野战，明军肯定就完蛋，是吧？你步兵打得过骑兵吗？所以这个袁崇焕就总结出来一个，就是别跟这个清朝人野战，平城用炮啊，我平这个城墙啊，你骑兵爬不了城墙，然后我用炮啊。结果现在呢，三顺王教会了清军怎么用炮，以后清军在攻城就容易多了，他也会用炮了。所以这仨人在大清入关之后，分别受封为靖南王、定南王、平南王，是吧？这个平南王是姓尚，那尚之信啊，平南王尚之信，这个靖南王是耿仲明，那耿仲明，定南王孔有德，那这仨啊，仨人啊，封他们三个人为王。定南王孔有德在跟南明余部作战的时候，在这个战死啊，这个定南王战死啊，那就是被这个张献忠的义子啊，就是明朝封的晋王，这个给杀掉，那叫李什么来着？这忘了。那他的这个部队非常了不起，他叫李什么来着？你看，这话到嘴边都忘了。那晋王他姓李，我忘了叫李什么。张献忠的四个干儿子啊，干儿子，其中他是一直忠心耿耿的辅保明朝，最后这个他被杀掉。啊，这个定南王被杀掉。定南王被杀掉之后，定南王只有一个女儿叫孔四贞，留了下来，没有儿子。所以这个孝庄文皇后觉得这个孔四贞孤苦无依，就把她收为义女，封为和硕公主。公主的这个爵位相当于亲王啊，啊，封为和硕公主。一种说法说这个公主死了之后，她不能埋进东陵。因为那个东陵里面那个公主都是满洲公主，人是正牌，你是干公主，所以给她葬在哪儿呢？公主坟，是吧？给葬在公主坟，是吧？说这个在公主坟是哪位公主的坟呢？就是孔四贞的啊。也有说的不是，说那公主坟六几年修地铁挖出来，是嘉庆皇帝的两个闺女埋在那儿啊。但是我感觉孔四贞的可能性比较大，要真是嘉庆皇帝的闺女，肯定是埋在这个
东陵里边了，是吧？不可能埋那儿，给搁那儿，是吧？所以很有可能说是六几年我修地铁把它给挖出来了，那这有可能，是吧？所以这个，这样一来的话，三顺王这三位那个南王死了一个，还剩俩，还剩俩啊，不，还剩俩。结果呢，这个崇祯皇帝在这个眉山自缢殉国之后，李自成呢就去招降这个明朝的山海关守将平西伯吴三桂，是吧？吴三桂当时麾下四万关宁铁骑，是明朝最有战斗力的部队，跟那个满清打了那么多年仗，这个部队很有战斗力，所以这个李自成就派人去招降吴三桂。吴三桂呢也打算归降李自成，因为李自成封他为平西侯，是吧？长了一级，由伯爵升侯爵，是吧？然后还派这个降将带着这个金帛货币去收降他，他本来打算归降这个李自成了，是吧？结果呢，他从这个山海关出发，朝见李自成，走到唐山，快马来报，是吧？说你爸爸原来的这个明朝的兵部尚书吴襄，让这个李自成给抓起来了。李自成一进北京之后，连皇上都顾不上当，没时间，是吧？没时间，忙着干嘛？弄钱啊，是吧？成立了一个特有意思的机构，李自成成立了一个特有意思的机构，叫笔饷镇抚司，啊，笔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逼啊，是吧？要什么呀？要饷啊？要什么呀？要钱啊？啊，你镇压或者抚慰，那笔饷镇抚司，您给我拿钱啊！您给我拿钱。李自成，李在李自成的认识当中，你明朝的官没好官，所以我给你画个线，大学士，你给我拿出50万两银子来。你不宰相吗？你大贪官，拿50万两，是吧？然后你尚书30万两，是吧？你不是部长吗？30万两，司长10万两，处长5万两，我给你画个线，是吧？有你明朝的大臣，他不是个个都是贪官啊。那我们家真没钱怎么办？啊，没钱是吧？房梁上倒吊3天，是吧？卸下来之后，100斤大麻袋往你身上一压，看你有钱没钱。